那个今天是给四万姐过生日，全羊宴。我买了这个是山羊的羊肉块，这是 Super Style 买的，专门里面带骨头，专门炖汤的。这个是这个 Lamb 的这个羊排是吧？这个，反正准备一块炖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个羊肉，这是那个新西兰的羊腿肉，准备铁锅炖一锅，然后剩下的用来羊肉泡馍。现在先把羊肉泡点水。Superstore 买的 beef soup bones， 抓几块牛骨炖汤，然后一会儿再放羊肉，舀舀血沫，已经一股很浓的牛骨汤味了。然后把这泡了半天水的羊肉块放进去，炖，准备一下调料，主要是放花椒和小茴香。这是我刚才和了点面，放了点酵母，还没发起来。这是一些羊排，然后还有羊带骨头的羊肉块，还有一些羊肉放了一块，准备就是铁锅炖一下。现在什么都没放，只是把水烧开去去沫。再接里，这么一大锅不太多了。显得并不是很多。够吗？够吧。那他晚上做完怎么办？他还吃啊。他晚上吃啥呀？吃点泡啊。有羊肉串吗？我羊肉串不吃。都是籽儿。这有跟哪个？加的是什么呀？刚才那个？胡椒粉。这个这是怎么汤啊？米浆汤。差不多就行了，够了。